天台48000丈，对，对此欲倒东南倾，然后就是什么？哎呀，你看下边就记不住了，提我一个字儿，看看，千言，我欲因之梦吴越嘛，一夜飞渡镜湖月。哎，这个我当时上学背的，我可费劲。湖月照我影，送我至陕西。嗯，谢公宿处。哎，谢公就是当年的这个说谁啊？谢灵运呢？谢公住的地方现在还在呢。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蹬谢公屐，身蹬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是最熟的。Wow. 然后什么？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对不对？哎，背的，背的，对的，对对对对对，下边什么？老师拿着原文看着呢。在下边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不一熊袍什么？熊袍熊袍龙吟，饮言泉。嗯。记忆力好。再下一个字是什么？立，立身临溪惊层巅。对，立身临溪惊层巅，时不利兮骓不逝。不是背错了，这串了，串了，这不是这个诗，是不是？这是楚霸王的那个，好像是不是？别霸王别姬了，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就瞎，你给我鼓掌，我就是。等我云清，云清清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嗯，列缺霹雳，列缺霹雳，层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嗯，对不对？嗯。哇，厉害呀、啊！再提一个字儿，清，清，嗯，太强了。清明浩荡不见底。怎么写这么长呢、啊？日月照耀金银台。啊，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嗯，这四句是从《楚辞》里来的。你看屈原楚辞就写，泥呀、啊，这云霞呀、啊，是我的衣服。他不是说那天门轰然中开了吗？他就想象天上的神仙世界啊，就泥为衣兮，风是他们的马，这个云之君，云之君嘛，云中君就是他天上的神仙，云中君坐着这个就下来了，这个交通工具就下来了，云之君就纷纷而来下。然后你看虎鼓瑟兮，鸾回车，就是凤啊，凤鸟啊。是这车，然后呢，这个仙之人兮列如麻，就是说这些从天上下来的神仙，列神仙般列的像如麻一样排列，这是一个梦，这个梦醒了，是吧？下边头一个字是什么来着？呼魂，呼魂计已破洞，恍惊起而长嗟，对，长嗟啊，就是突然就醒了，忽然这心脏，徐老师动了一下，支架一动，垂死梦中啊，惊坐起，对，惊坐起，魂计已破洞，恍惊起，这才醒过来，哎呀，长叹，就是然后说世间行乐亦如此，就世间人我们的快乐就像我这个梦一样，古来万事东流水，嗯，别君去。最后就上升到哲理了。对对对，然后呢？别君去兮何时还？对。且放白鹿青崖间，把白鹿放在山崖底下，须行即骑访名山。我随时要走，骑上白鹿，我就寻访天台山，访名山，是吧？然后最后一句达到高潮，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也是最后这两句背最熟。那从这儿看，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石桥。啊，哦，那个石梁，那你小心点啊。这就是石桥。好多诗写的都是石桥。对，石桥。嗯，自然形成的。天生的。天生一个石梁做桥。它原来是怎么回事呢？嗯、底下是石灰岩，被水渗透了，冲掉了啊！偏偏在这个位置上呢，天生有一块是花岗岩。你这是水冲不了，冲不了，所以它就形成，所以把底下镂空了，哎，把底下给掏空了，天生的。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你想走，但也不敢走。
其实真的地上走路你这么宽，我们肯定可以走的。哇，这个太棒了！哦，我现在才看到它完整的。徐老师不对呀，我们应该在那个对面看呢。我们能上到那个地方吗？现在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现在疫情期间它不开放。啊、yeah. no, ，它不开放。哦、oh. ，那么。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在方广寺，就是石梁飞瀑就旁边，所以你现在还能听见这个水声。第一个就中国佛教开出来的本土佛教的宗派就是天台宗。对，智者大师，智疑隋炀帝这个杨广册封他是智者大师。他当时拜智大师为做徒弟，也就是他给他受那个菩萨戒叫做。对，受戒，那个时候呢，隋炀帝还没有当皇帝，他是扬州总管，叫靖王，作为这个佛教的一个首领，他的影响是整个江南。隋炀帝为什么拜他为师呢？隋炀帝非常聪明的，他认为我如果把智大师的这个佛教，全部都能够拉过来，我江南就省力气了。平定江南以后，我管理江南就好办了。收服人心。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人杰地灵啊，感到神秘。为什么那么多的唐朝诗人，对，都到这儿来？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呢，正好很热门，叫什么唐诗之路。当年你天台山是蛮荒之地，唐代的天台山是什么样？满山都是毒蛇猛兽。不像现在这样，他为什么千里迢迢这么困难，你要来跑到天台山来干嘛？对，大唐时期，不像我们现在，国内两座山是最有名的，终南山，陕西的终南山，就挨着长安。对，那个时候终南隐士，后来就出了一个成语叫终南捷径。对，什么叫终南捷径？终南捷径就是当官的捷径。你只要去一趟终南山，在那混个一两年，一出来就到朝廷当官。第二座山就是天台山。就是天台山。你不愿意在城市里，你不愿意当官，你什么都不想去设计，为了自己这种心灵上的安逸，你看透了人世界的一切，你就跑天台山来待。为什么这么多人有才，你老是来找我做嘉宾？就是我有气场，天台山的气场。没错，哎。徐老师就是有气场，你有这个气场。我自己不知道，是天台山里有一个人叫司马承祯，这个人是大唐盛世下三个皇帝的老师，高道，他是文学、化工，这个冶金，他全懂。其实当时你像这个李约瑟这个中国科技史啊，他等于他就觉得中国的道教里边其实有中国的这种原始科学的很多萌芽，炼丹嘛，对吧？说的李约瑟挺有意思的，他把天台山描述成什么你知道吗？东方的耶路撒冷，东方的，你说的我就下定了。圣地，这里一个哲学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佛教也一样，道教也一样，对，甚至儒家也一样。儒家关于人的死的问题，他就说了：人固有一时，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是儒家的生死观。佛门人到这个世界来是受苦来的，娑婆世界。如果你早日立好了，早日往生极乐世界，他不跟你说，不跟你说长寿的。但是道教不一样，道教的口号很干脆：我就是不死，长生。哎，我就要长命，我就是要成仙。所以说，鲁迅都说，懂得道教就懂中国，懂得道教就懂得中国大半。那么这样一来，武则天觉得这个道教也不能荒废掉，他想来想去，找到天台山，司马承祯，他下了一个诏书，把那个司马承祯都弄到长安去了，这样他就给他一个相当的荣耀跟地位，让他在长安的官场里头啊，跟他们打交道。这个司马承祯在长安组了一个群，用我们现在说手机这个微信组群一样。微信群那时候叫什么呢？仙宗十友。仙宗十友，包括十个人。大唐朝廷里头一顶一的高手，像贺知章。哦，这十个都是大唐当时的朝廷里头精英分子。
在他们的倡导下，天台山那是了不得，就是一个仙山啊。就是这个智者大师啊，这个临终前啊，就是这个给这个隋炀帝写这个遗书，这个遗书里就有这个意思，希望这个皇帝啊护持这个佛教。而且不是有那句著名的话叫什么？寺若城，寺若城，国籍清清，后来就叫古清。说很多东西不要看得太复杂，太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嘛，你说不看重吧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时候就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调节。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追求某个东西是错误的，而是说你没有调节和没有旋转的余地是痛苦的。我理解的这个有所调整，就是说人如何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平衡点，对，很多时候你不开心嘛，就是因为你自己内心不平衡。嗯，不是别人的问题，那别人可能会欺负你，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为什么会不开心，这是你的问题。嗯，那么寒山它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调节的方式。我们对很多的东西其实应该退一步来想，其实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去想呢？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状态特别的强烈的时候，你再进一步你不就炸了吗？对吧？对对，你退一步的时候就是调和，你如果不调和，那个平衡就没了嘛。所以我觉得你的书里边写的那个开头啊，嗯，就是说这可能在1000多年前，可能就是在这个洞穴里有一个人不为世界所知的死去了，他就这样的过了一生，甚至是没有人知道是怎样的一生，他就在这个山上走来走去，最后这个人就你都不知道，他肯定是一个人死去的。对对吧，也是隔了几百年以后，不知道谁多事把他这个东西印出来了。再过了1000多年以后，就有一个拍电视的人跑来这里来跟他心心相通。这整个世界真是难料，这个就是春去又来回。他这个是老百姓，你看他把这个，我就发现他把那个诗贴在一个菜，就好像菜园子一样的一个地方，都很读得顺，对不对啊？他不是知识分子诗，有点像打油诗，不是官员诗，对对对，其实有点打油诗。他有打油诗，有一些诗，嗯，这个寒山的这个诗啊，对苏东坡、嗯、黄庭坚，对对，他们都会有很大影响，因为啊，这个影响也是跟着禅宗来的，嗯、对。我就想起了黄庭坚有一个在台北故宫很著名的一个书法作品，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击剑，人世若浮萍，痴属根本业，爱为烦恼坑，轮回几许劫，不解了无名。寒山出此语，你看寒山出此语，他说这个话是寒山说的，举世狂痴伴，这也是白话了，有事儿对面说，所以族人怨，心真语意直，直语无背面。嗯，这就是寒山诗。你心真呢，说话就直，直语无背面，有话当面说。君看渡奈何，谁是楼罗汉？我之前都没关注过这个内容，这是他最经典的那种大字行书的作品。对，东家一老婆，复来三五年，昔日什么啊？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常不止，东边复西边。就是今天我穷，明天他穷，我俩互相嘲笑，这事儿没完没了。骂来骂去，计较来计较去，所以可能我们在很多时候就在做太多的计较。对，然后寒山在那里他不计较呀，我又不需要你来评价我。对，然后我也不在意你怎么评价我。他可能好像是帮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看不到的另一面。寒山的价值哈，给我们的心灵啊提供另一个向度，另一个维度，这样我们永远走不到绝路上，对吧？天无绝人之路。哎，好好好好。皇帝那句话不是说吗？嗯，恬淡虚无，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精神内守，你就可以活得长。我们现在的人生呢是不太恬淡的，是比较热烈的。嗯，是吧？而且是玩命的在追求那种身外之物，嗯，然后呢，精神就守不住。精神守不住呢，长期守不住呢，它就消耗你的，就是元神元气，就是内耗，所谓内耗，内耗很厉害。安静内守，内守是好的，是有益于健康的。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好像有一次听一个人，哎，他说啊，怎么样就是不消耗这个元神气，比如说你看风景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注意力啊就看见，哎呀好吸引好吸引，就精神全投射过去了哈。他说你看的时候你有点觉着要把它含进去，要把眼前这个景色往内含，对了，就往内含在眼睛里头，而不要把这个神看出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被他吸走。就是他说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有点往里含着的劲儿。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您说的。哎呀，你这已经讲透了，我天机就泄露了。你刚才那两句话是吗？嗯，您平常就是这样的。我平常就是尽量不看，看一看，差不多拍张照片就得了，行了。哎呀，我们平常太多被周围的东西夺走这个注意力了。对对对对。这个在《黄帝内经》的理论来讲，就是对人的这个精神是精气神是不好的。就是不要太过分的，尤其不能动情。比方说，哎呀，太漂亮了，我都受不了了，那就不行了。哎呀，你说的就是我刚才啊，我看见这景色，我就说，哎呀，我都受不了了。精气神有七种为七种耗费的方法。喜怒忧思悲恐惊，你老琢磨那个事儿，他就会耗神。但是人每天碰到那么多事儿，怎么可能不牵动自己的心情呢？是，所以我把它改进了一下，就是你完全没有是不行的，多了也不行。所以我说呢，七情六欲的时候，你就把它控制在30秒之内。就是我可以激动，但限30秒。30秒，你比方喜吧，就是伤心的。你可以高兴，不要太高兴了，不要太高兴了，微笑就好了。就是持续最多30秒就停下来，就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不要使劲的这么下去。简单的快乐，就是微微的快乐就好了，微微的快乐。因为你每次在表达你的情感的时候，你的气就跟着跑了。如果你用你的神呢把它合在一起，不要叫它跑得太快，它慢慢时间长了它就合在一起，我们叫性命双修嘛。心性和命它是合在一起的。哎，是你们这什么是性什么是命？性本性就是你的精神，你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你的神识。神识这都是本性，这是性里边的，心性里边的东西。心性命呢？命呢，就是你的生命的元神元气，元气就是命，元神呢就是我们的性。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把精神跟生理的东西混起来。混起来，就是，比方说，人不要太忧郁啦，看问题要清醒啦，等等，这些都是性格上的问题。但是他把它跟人的身体的一些机能混起来调理，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过分的这个情绪推到一个极致。其实每一个天下万物都会这个，只有人是控制不住的。因为人有一种文明的机制，就是把你那个本来是可以差不多就行了的事情，再给搞到极致去了。不虚此行啊，徐老师，这不虚此行了吧？而且他天台山是没什么宣传，人家并不知道天台山有什么大的。天台山呢，最后咱们临走了才向我们显露真容。安能摧眉折腰事前会，是吧？使我不得开心也。心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有这样的风景，生活在这样的仙境里，那确实没必要摧眉折腰事前会。